是谁？是你啊？周爸一言不合就 PK， 只见男子出招梦攻，下秒立刻被对方反击扑倒在地，一秒 KO。卓以拳到惨被打趴，但对方没再管，继续出拳狂殴往死里打，这样还不够。拳头打完再出招猛踹，踹完上演最后一击，拿椅子 K 下去，见到对方痛苦蜷缩，继续不计较把人踩在地上，店家吓得赶紧报案。我也帮他叫健身，但是他健身来了，然后他甚至冲进来，然后又打人家。38岁中性男子本来要离开，喝得醉醺醺，又跑进酒吧找不认识的23岁黄男狂呛下，被打到满脸是血，紧急送医。送就近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去板桥医院。OK， 可以吗？哈，东回走是爱心。你有打过架？车停这边有被弄倒。事发就在新北板桥南雅西路二段之间酒吧内，18号凌晨2点多，两名男子单独来喝酒，想不到黄汤下肚，口角变故哦。双方均没有提出伤害的告诉，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裁处。店家有对中黄两个人提出回损的告诉，一言不合就暴打，挑衅的反被 KO， 酒醒后想装没事，互不提告，还是得面临社会法裁罚，还有回损刑责。记者钟成良、洪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我是哈允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允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